今天又没有见到温教授。素媛，你还是不打算自己求证吗？要不你到我实验室来吧，正好我缺一个研究助理，我们俩一起肯定可以找到答案。我不去。为什么呀？哎呀，只要我见到温教授本人，跟他说明了情况，他团队的人肯定能找出问题的，还轮不到我一个退学的医学生自不量力。你比他们都有资格，而且你也更有能力。投入产出比太低了，有这功夫，我还不如多跑几个场子呢。张和呢，应该也可以在手机 APP 上挂到专家特许。对呀，真的，我怎么把这事儿也忘了？还好我有一个这么聪明的男朋友。这个男朋友还不是你哭着喊着追回来的？又提这个事情。哎，你的男朋友在帮着你找别的男人，你就不怕你男朋友不开心吗？那你说吧，要怎么样才开心？今天我的讲座就分享完了，谢谢大家。感谢温教授，下面有请南洋医科大学唐国春教授进行分享，有请。苏维安，你是不是没完没了？干什么呀？你就这么恨我，非要在这么高级别场合破坏我父亲的演讲？你知不知道这个项目不仅有我父亲十几年的心血，还有云城所有的资金投入？我就不懂了，你也是舞蹈症基因阳性，我父亲的药如果能顺利上市，对你没有好处吗？还是你为了针对我宁愿损人不利己啊？温冉，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和你有关的。我从来不针对任何人，但是科研必须保持严谨和不断怀疑。科研跟你有关系吗？你一个辍学的毕业生，你对舞蹈症到底了解多少？你有什么资格质疑我父亲付出十多年的心血研究的成果？温医生，我在想，你是第一个三九虽然有副作用，但它也是每一个亨廷顿舞蹈症患者的希望。我们亲手把这个希望还了，那下一个希望又在哪？那我们就一起去创造这个希望。自从在拉卡亚遇见你，好像总是很倒霉，有处理不完的麻烦，还有接二连三的霉运。有可能我为了遇见你，把我所有的运气都用光了。纵观整个人类的历史，区区两千多年，不过只是一瞬。快乐也好，悲伤也好，一眨眼就过去了。李安，你们不要再浪费时间在冷战上了，好吗？虽然说看你发脾气也别有一番情绪。这跟胡张燕有什么关系？四六分水，二八分杀，
就算你的情绪像山洪爆发，到我这里来了，也可以被排解掉，化险为夷。谁教你的？套一套的思维情况，土死了。很土吗？我觉得还好吧。不生气了，好吗？医生，你吃好了吗？吃好我买单了。框架和常规的流程我都已经清楚了，如果还有其他的事情，我们邮件联系。我先走了。他的肢体语言表现出来，他喜欢你，但同时也是在拒绝你。既然他已经拒绝你，那你为什么不考虑考虑别人呢？李婉彤，我最后通牒，饭已经跟你吃过了。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工作事项，烦请通过邮件沟通。我个人不会接受你的追求。顾医生，追求你是我的权利，你拒绝你的，我追求我的。老板，买单。我还会再来找你的。到底把我们俩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当做什么了？我们在拉卡亚经历过这么多事情，勾肩勾肩，整天就知道勾肩，扒皮。顾云珍要我翻译的这些资料，都是和基因编辑技术有关。这个技术已经有效地应用到了很多重症治疗里。顾云珍为什么突然开始关心基因编辑技术？我管他关心什么，赚钱总是完事。哎，顾医生，今天碰见啥好事了？咋那么开心？说来听听。啊，就是，说出来让我们也乐一乐。花钱了，高兴。花钱了？花啥钱？哎，对了，你们昨天说医院附近开了一家不错的药膳馆，有一道养胃的汤很好，叫什么名字来着？